顶一集啊，咱讲到五里树，这个五里树啊，讲到第三个啊，叫做啊，讲到第二个啊，边界啊，第二个边界，咱讲阿无完啊，咱这个这一集啊，搁个。继续讲，这个边界呢，就是两边啊。咱现代话讲叫做对立、相对。咱世间凡夫啊，生活在相对的世界啊，长甲短相对，大甲小相对，远甲近相对。啊，所以啊，拢是在这个相对里面啊。那么这个相对呢，啊，不是真实的啊，就是讲对立，不是好的物件。这完全是从错误观念里面变现出来。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一切法从心向心。那是妄想啊，不是事实。事实无对立啊，这个道理呢，咱真难体会。安怎讲事实无对立呢？我无分别的时候，也是对立的啊，要。等得万根，我无分别，无去执着伊，也是有等得，也是有万根。所以佛讲的话，咱真难会当来理解。好在现在科学家啊，对咱帮了一个忙啊。近代科学家发现真的无对立，为什么呢？因发现空间和时间不是真的，在某种条件之下，空间和时间等于零，对立的现象无了。空间等于零啊，都无弯根啊，也无远也无近。时间等于零啊，都无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是相对来头最难化解啊，时空不对立，其他一切呢不对立，拢真容易解决啊，无对立。对立是为咱的梦想执着来头产生出来啊，迷失梦想执着，咱家己唔知影。失去，所以不知不觉，出现的梦想执着，咱真明显，迷失咱唔知影，所以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佛在经上甲咱讲，这起码爱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看到阿难耶识内面的种子失去。太迷失了，啊！咱肉眼啊，无法度看得到，啊！这是无我啊，无我是迷，见解啊偏啊，偏一边。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有偏差，啊，无正确，失乎中道啊！甲真正觉悟的人无同款。真正觉悟的人，因的低见中道，不偏不狭，迄、那个见解才是真正正确的。第三个叫见初见，非果结果。啊，见初见是果相错误的见解。啊，对于果报，啊，这个果报呢，认识错误。
不是真正的果报。啊，假是啥物呢？以为啊，家己计较啊，以为伊是真正的果报。啊，本我有了界中终会究竟。佛讲这个常常举一个例啊，啊，佛常常举出来，啊，就是讲天道。啊，举这个天道来讲，那么天不是真正的果报啊，这个真正果报就是讲啊，永远不生不灭。有真侪人以为天呢、啊、是永生啊，啊，这一般宗教啊啊，认为天堂是永生啊，就是讲永远不生不灭的。啊，升天啊，上天啊，都不生不灭了。那么，这咱世间一般宗教拢是这个看法。但是佛甲咱讲，这是误会了。啊，天堂啊，往生到天道的人，伊也是有寿命，只是讲伊的寿命呢，比咱人间较长啦。那么天道啊，寿命最长的就是无色界天，非常非非上天的天人啊，寿命在三界内面算上长的。寿命偌长呢？啊，佛讲84000大劫啊，这不是算几年，算劫的啊。那么这个时间呐、啊，寿命就真长了。嘛，注意一定爱明了这个世界。咱讲三宝世界啊，这个世界一处的行住坏空啊，是一个大劫。行住坏空啊，是叫中劫啊，四个中劫啊，就是一个大劫啊。所以世界一处。的行住坏空是经过一个大劫，这个世界行住坏空有多少处呢？80000处，啊，84000处，啊，对，84000大劫，啊，你讲这时间有多长啊？但是虽然时间长。啊，那是讲无限长的时间，啊，这时间无限的，那么80000大劫都无算长啦，啊，80000大劫甲无限，啊，当然这无长。啊，但是伊这个时间是有限，所以80000大劫，时间虽然长，啊，总是时间会到，啊，那么时间一个到呢，伊寿命就终了。又爱过生灭了，啊，所以讲呢，天道不是究竟，啊，不是究竟的果报，啊，那么不是究竟，你甲当作是究竟的果报，那么这在果上临时错误，啊，那么这种的境界呢，就叫做见初见，啊，非果即果，啊，不是迄个果报，那么认为。伊家己去计较，以为讲迄是迄个果报，啊，这是叫做见初见的错误见解，啊，所以讲伊无了解，啊，无悟就是唔知影，啊，有了解中啊，六道是有了，啊，这个了就是讲老的意思，啊，三点水啊，这里老老水，这里老，啊，老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将咱的功德漏掉去。烦恼习气无断在六道，你的定功搁较深，只是把这个烦恼伏掉了，啊，等于讲暂时甲控制掉的。烦恼并无转变成菩提，
也就是讲烦恼唔是真正断了，啊，只是控制起来尔，是伏伫个遐，暂时不起作用而已，啊，被这个定光呢控制掉了。但是呢，定功有时间性的啊，这个、时间一到，定功失去啊，烦恼又搁起来了，啊，又搁开始爱轮回了。所以六道内头无究竟啊，搁再甲诸位讲，九法界也无究竟啊。讲九法界就是指十法界啊，六道无究竟，十法界内面四乘法界也无究竟。什么地方才究竟？一真法界究竟。因此佛法的修学，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净土宗也无例外，决定要正得明心见性啊，不好以为净土宗可以不免明心见性待业往生，不是的，拢爱明心见性，到最后一定爱明心见性。那么只是讲净土呢，咱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啊，咱无修到明心见性，咱可以待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爱修学噶，啊，也是爱正得明心见性，啊，迄才是真正的成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都要修，也都要学，啊，唔是讲到遐唔免修学噶，啊，不断精进，啊，不断呢提升咱的境界，将凡心动机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将方便有余土提升到十不庄严土，啊，那是你真正见性了，花开见佛悟无生，爱怎样？在动机土、方便土，花还无开；十宝土，花才开。啊，所以咱一般念这个回向偈啊，啊，讲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还是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这个花才开。所以到迄个地方，也是逐天爱修学啊。那么，待业往生，花虽然无开啊，迄、那个花真大啊，迄、那个莲花内面啊，甲虚空法界无两样啊，这是不思议境界。咱读了华严，才大概体会到一寡，这个微尘内头有世界啊，这个微尘也无放大，这个世界也无缩小。啊，那么这个这么小的微尘里面啊，可以对一个这么大的世界。那么你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莲花无放大，世界无缩小。但是你在莲花里头感觉的世界，跟外面虚空法界是同款，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花里面不但有西方三圣，有十方诸佛菩萨，不但有十方诸佛菩萨，花里头也有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每一朵莲花都是这样。其实西方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如是？不相同的是，西方世界那边的人隔离不灭，咱这个世界众生迷离不觉，不懂在即搭，除这个之外，无什么两样。第四个是盖初见非因皆因，啊，盖初见是将因相错误见解，所以这两种实在讲就是讲因果，啊，这个盖初见是个因看唔到。见初见是个过看唔到，啊，盖初见就是讲，唔是这个因，以为是这个因啊，
在这个修因顶面呢，认识错误啊！啊，本我精刷做饭，定劫难成啊！啊，这是《古楞严经》一个譬如啊，就是讲你要吃饭，那饭的因是什么？饭的因是米啦！啊，你再扯米来吃，就会变成饭。用稻米呢去吃饭。那么，你就当煮成饭啦。但是呢，你若摕个土沙去煮，啊，你个煮无量劫嘛，袂是变成饭啊。啊，你摕个土沙来煮，啊，要希望伊变成饭，啊，经过定劫，啊，这是譬如啊，讲经过真长真长的时间，一定一劫。你的沙嘛煮不出饭来啊？为什么呢？伊唔是这个因嘛？啊，饭的因唔是沙嘛？啊，是米嘛？啊，那么你要煮饭，你要食饭，都爱饮食啊。什么物件才会当煮做饭？啊，你那个土沙连做工啊，摕来煮会变饭。啊，永远啊，吃袂成饭。那么这是譬如，是一个简单的譬如啊。那么咱大家较容易来理解啊，这就是讲因果啦啊。比如讲啊，咱想要发财，哎，大家想要发财，发财是果报啊。但是爱修什么因才会发财呢？啊，世间人真侪看法啦。啊，想尽办法啊，也写真侪书教人发财，可是家己发不了财。啊，像大学内面的教授、经济学啊，这教授啊，教人安怎发财赚钱？啊，可是你个调查呢，伊家己是不是发大财呢？啊，所以呢，无个真正因测出来啊，佛在经典甲咱讲。在布施是因，得在福是果。世间人呢，就是因啊，认识错误啊，所以伊得袂着果啊。所以咱人想发财啊，发财是果报啊。你求财用什么方法去求啊？现在这世间真多，但是拢毋是发财的真因。拢错了啊！发财经验就是佛教人在布施，在布施才是经验。你若唔肯修在布施，宁惜啊，即唔敢布施，当生啊，达刚动脑筋打主意啊，想要甲别人的财富变成家己的啊，所以达刚。动脑筋，顺人理己，啊，真爱当发得了财，因错了，啊，你永远得袂到财富，啊，想尽办法动别人的脑筋，去骗别人，啊，去唬别人，啊，骗到手的财呢，也是你命中本来就有的，啊，但是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啊，虽然命中有的，可是你命中的财富已经积损去了啊，打了折扣了啊，这个福享尽就无了。真正别的人布施啊，愈施愈多，到后来你的财报是无量无边啊，是安尼来的。世间人几个人不得真正的因，真正的果，只有真正觉悟的人不，迷失颠倒的人唔不。往往起心动念，一切行为犯了真严重的错误啊！因爱袂苦，苦是家己出来，唔是别人害的啊！咱接着
搁再看以持名法门食五浊恶食，顶面咱讲到建筑的五理数啊，即、这个五条新建、边建、建初建、盖初建啊，简单介绍过。那么咱看末后这一条下建，破无因果而无众生，对立清天。王一大师这几句话，咱要细心去体会。什么是下见？啊，除了顶面所讲四大错误见解之外，啊，四大类的错误见解，所有一切错误见解呢，拢包括在下见这一类。这一堆里面的范围真大真广，所有错误见解最严重的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佛法里面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说法佛法拢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这是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自然的定律，决定无办法推翻啊因果定律啊，改变自然的定律啊。现在科学家真聪明啊，伊要改变自然，也做了未少代志。现在研究动物啊，甲植物的基因。植物方面啊，用的尤其多，改良品种。那么咱看到真多高木的品种啊，确实呢，经过人工改良之后啊，那么这个植物啊，生长的确实真大，真好看啊。譬如讲，咱看到这个苹果啊，这莲藕、芒果啊，酸呀。咱看到呢，啊，这东西经过改良的品种，啊，跟咱一般咧食土蒜啊，啊，迄无共，啊，即马拢一粒食偌粒，啊，还经过改良。但是改良之后安怎样呢？违背了自然的原则。啊，伊长得确实真大，是真好看，但是呢，伊原来迄个味无去啊，啊，迄个原味。啊，亲像咱即马食即个拿破拉，啊，迄、那个拿破拉呢，你若去食迄细仔粒的土拨拉，啊，迄以前呢，啊，我做囡仔时代，啊，食拢是土拨拉，啊，土拨拉有土拨拉味啊，啊，但即马即改良的拨拉遮大粒，啊，食是真甜，但是无迄个拿拨拉味啊，酸也是同款，啊，各种的水果，啊，即、这个蔬菜。拢同款，啊，这是改良啊，英国现代科学的方法改良，啊，但是呢，违背了自然的生长，啊，所以呢，伊种出来迄个物件呢，迄个质变质，啊，所以呢，这个真大，这个芒果啦，啊，那么。无过经过改良的呢，咱个看是无好看啊，但是呢，你个食看卖啊，甲改良的你个比较看卖啊，迄、那个味无同啊。啊，随顺自然啊，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帮助、有营养、有利益。经过改良的这个品种。人吃了后究竟敢有好处啊？现在也无人知影啊。为什么这几年来啊，真多真多奇奇怪怪毛病出现啊？有人曾经提这个问题问家属啊，那么家属伊是随顺古早人讲的话来答复的啊。古早人甲咱讲，讲病从口入。好种捡出啊，是不是吃了这些改良的品种啊，产生这些真多真多
将来以前无的疾病，啊，你去改变自然的法则，那么自然法则，和你的回报是雄灾。森林树木，现在人捌，啊，伊对于地球生态平衡有贡献，啊，对于咱人类安全有贡献。以防止水患，现在人感悟了啊，任意啊去错这个森林的树木，破坏水土保持啊，遇到呢这个大水啊，那么就形成了水灾啊。水灾过去是有啊，无现在这么多，无这么多。啊，伊会当节制一部分啊，这就是你要改变自然生态，要控制自然生态，可是大自然和你回报，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古圣先贤在中国、外国圣人拢甲咱讲，随顺自然，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这是最基本的啊！咱的身体从母胎里面生出来，这是自然的。现代人啊，也想要改变的啊，最常见的美容啊，这个整容，这就是唔听随顺自然了啊，想要改变自然啊。那么咱知影有真多真多，经过美容之后。啊，迄、那个副作用不堪设想，啊，伊带来了真侪痛苦，缩短了伊的寿命。这是什么？这是你付出的代价。啊，你破坏自然，啊，嫌家己的相貌体质无好，啊，有改变的方法。啊，你若嫌家己相貌无好，有方法改变。用什么方法呢？也是随顺自然来改变，这是正确的。啊，咱的相貌身体得自于父母，啊，父母和咱是一个缘呐，正常缘。因是什么？因是自己的业力，因业缘业。最重要的是缘业。这是过去生中所做的善恶业，啊，做的不善，咱的相貌不善，相貌无好，体质无好，要安怎改法？爱随顺自然的法则来改就对了，啊，唔好用人为的，随顺自然，自然的道理咱今日办。世出世法来头拢讲，相随心转啊！啊，咱的相貌啊，是随着咱的心，咱的心理来转变。咱啊，想要怪咱的相好啊，要安怎改变法？心好，要心改啊，不是为相貌去改，心改相自然就改啊。所以相随心转。心好上就好，心理健康，咱体质就好，身体就健康了。这是随顺自然法则的改变啊，这个有道理。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无别项，就是帮助咱改善生活环境，改善咱的相貌，改善咱的体质，改善咱的生活环境。决定不是用人为的妄想分别来改正，啊，完全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自然的道理。佛家常讲，佛事文中有求必应，求富贵得富贵，求利禄得利禄，求长寿得长寿。求生活，你就能生活；求升天，你就当升天，有求必应。
无论你要求什么物件，那么这个求呢，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法则。求长寿得长寿啊，那么这是爱用自然来求啊。佛门的俗语呢，叫做随顺性德啊，随顺咱的性德。安尼来求啊，就有求必应啊。随顺自性，随心，随顺法性，这是一丝毫啊，这副作用拢无。所以咱要安怎样转邪见为正见啊？这个转啊，就叫做学佛啦。学佛就是转错误的见解。转咱错误的思想行为，佛这五种错误的见解拢转过来了啊！所以咱呢，称佛啊，称伊叫做正知正见。阿罗汉的功夫是正觉啊，所以世出世间大乘大贤的教育。首先就是教咱爱认识因果的道理，爱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咱希望好的果报，咱来不得修善因啊，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因希求善果，迄是违背自然法则啊，迄决定是错误。二五众生，这是实实在在。咱看现前的社会，众生造作不善，凶灾频率不断的上升，对立深浅啊，深浅是讲将来果报啊，譬如三恶道，三恶道你去容易出来真难。搁再看下一段烦恼作。这个五浊的第三个是烦恼浊，五顿数精神，非即烦心是佛心之行，无处无暇，必不能度。这个数，书家的数，意思前面讲过，迄、那个见识啊，称为理数，厉害的理，理数，五理数。就是讲，伊真明理，真明理呀。但是虽然明啊，来较容易断啊，这五理数啊比较较容易断。那么这个五顿数，这个顿啊，理甲顿呢，顿就是讲伊真柔软啊，无像五理数较。强啊，明理，但是呢，这个顿数真难断啊。那么古代的一个譬如讲，拗断丝连呐啊，咱就爱灵拗，迄个灵拗呢，你甲切了断啊，确实拢切断啊，你甲扭开呢，但迄个丝还阁砍掉嘞啊，这个拗断丝连，这譬如呢。这个顿数的烦恼啊，烦恼的恶念流乱啊，但是歹断。这个五种呢，咱用现代话来讲，就是错误的想法啊。在佛学名词叫思惑，思想的迷惑啊。前面的五理数叫做见惑啊，就见解上看法见解的迷惑。前面就是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看错了那么这个五种就是说你想错了，你自己想想了错了，思想错误了所以你的见解思想错误，有时你的言行当然就错误你说的话啦，
啊，你身体做的这行为，就倒咧错误，这是一定的。啊，言语行为啊，心口作业啊，啊，思想错误是意业。啊，意业必定连带着你的言语造作，你讲话啊，你身体这个行为，有时你的心语与三业拢在造业，啊，拢在造作不善业。那么你感觉的果报不奈好，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咱想要得到解脱。想要超越生死轮回，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非即凡心是佛心之行，这个意思很明显，要我们转凡心为佛心，佛心自在，佛心无取舍，无得失，佛心随缘而不攀缘，这一条我们学会晓的了。那安尼，你这一生人生真正幸福啊，真正美满啊。那么非啊，非对讲，如果那不是即凡心是佛心之行，凡心就咱现在啊啊，这个见诸烦恼啊，拢执着啊，这凡心啊，佛心之行就是念佛。啊，那么是照这个念佛啊之行呢，将咱的凡心变作佛心啊。咱想看卖了，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咱要哪会当得度啊？咱烦恼这么强啊，烦恼这么重。啊，无法度通啊得度，啊得袂着解脱，所以爱以凡心即佛心，啊即凡心是佛心之行，啊依靠这个呢，咱才会当得度。一边讲烦恼作，啊那么烦恼作内面五条，第一个是贪。见贪不能看破，不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贪是九法界六道众生的病根，六道众生所贪的是名闻利用，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是贪这个物件。四乘法界要贪，一贪啥？贪佛法。所谓是五执已经破了，法执犹存啊！对这个佛法的执着还佫存在。法执就是讲伊执着这个法。这是无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如果对宇宙万法真相通达明了，见贪就断掉了，就袂再有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华严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细读华严啊，这代志咱慢慢就当明了。咱下下两句是引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金刚经上讲的，讲得直接了当，但是真不容易办，需要详细解释。那么家书这段有简单讲一下，什么叫有为法？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不生不灭就叫做无为法。在咱的感觉的世界里面，注意想想的，多一项物件无性别，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
矿物有形珠怀空啊，咱讲星球啊，这矿物啊，伊会成立啊，成立会当带这生物啊，过一段时间呢，慢慢的派去，派去呢，星球爆炸空啊，形珠怀空一直循环。啊，总共一句呢，啊，咱的六根即马现在所接触六尘的境界呢，无一项毋是生灭法，拢在变化。生灭有生有灭呢，那么在佛法的名词呢，都拢归为有为法。啊，反正有生灭的，啊，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啊，有生灭即款现象，就是有为法。那么在咱现在呢，咱感觉这个世界内面呢，只有一项物件呢，咱感觉伊无生灭啊。什么物件呢？咱真明显看到伊无生灭，就是太虚空啦啊，这个空虚空啊，三千年前虚空是安尼，三千年后这个虚空也是安尼啊。搁再经过一千万年啊，这虚空也是安尼。啊，恐怕呢，在咱的感官当中，只有虚空不变。啊，除了虚空之外呢，无一项未变化。啊，虚空当中的现象也千变万化。伊也是生变法。啊，咱爱认识清楚。啊，佛甲咱讲，这法相啊。这万法的现象啊，是梦幻泡影共款啊！啊，敢若咱做梦啊，幻就是变魔术啊！咱大家知影变魔术假，泡是水泡，哇、啊，水泡呢，水有一个水泡，里面都无去。影呢，敢若像咱看电影啊，迄是个影像。毋是真诶，啊！即万事万法啊，刹那刹那的起变化，伊不住啊。所以呢，金刚经甲咱讲，即是梦幻泡影。那么，什么是真的不变的？灵变的迄个不变啊，会当变即万事万法，会当变迄个物件，迄个不变。爱知影，这一切有为法是所变的，啊，伊是所变出来。灵变的讲，会当变这个有为法的，这是什么物件变出来呢？《华严经》上讲，灵变的是心性，啊，诸法所生，诸法就是包括虚空，唯心所现，心灵现。色灵变，性色灵性灵变啊！伊不变，本性不变。一切万法是本性所现所变的。如果咱把这个事情悟清楚、悟明白了，那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啊，决定不生，事实真相无清楚了。啊，无无清楚以前，决定断不了。啊，纵然你用功去修行，想要甲断掉，啊，拄则讲的，藕断丝连呐，连藕呢，切断呢，啊，迄个丝要阁砍掉嘞。啊，断得袂干净，所以建筑。你有相当程度的定功，啊，就该转过来。烦恼族一定要智慧开了，开智慧。所谓转烦恼为菩提，伊才会当断尽。所以断思惑比断见惑更加困难。华严经上有一首偈讲：“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三世实在有无有余？
亦无形象而可得。啊，这首诗咱讲过。啊，家师啊，在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也曾经讲过。如果咱真正知影一切诸法就是一念自性，知影一切众生皆是宿世善友，同一佛性，这就叫入佛地见。啊，这就叫明心见性，这就叫见性成佛。啊，你的烦恼习气连根拢转变过来，所以修行修什么？家师讲一个俗话，大家听了真好办啊，真好明了啊。甲贫穷修正为富贵啊，甲愚痴修正为聪明智慧，甲贫苦修正为健康长寿啊。这咱听了都真好办啦啊，真的确确实实是安尼一回事。啊，你爱真正明了啊，这个学问啊，你敢爱学啊？这个方法你是不是想要得到？啊，你若得到了，你有大利益。咱想要有财富啊，有无量无边的财富，像诸佛菩萨同款。有可能啊，无可能呢？佛菩萨甲咱肯定答复：你本来就有啊！啊，你自性内面呢，无一项缺乏啊！你的财富无量无边，骗法界虚空界啊！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贫穷啊？啊，那是你迷失了灵变灵现的自性，迷了。啊，才变得这么可怜了。啊，诸佛以发心菩萨看你是真富足啊，啊，家财亿万啊，今日呢啊，善到敢那像乞食同款，啊，你真可怜，啊，真可怜啊！这句话意思呢，真深长啊，意味真长。啊，你不是真正贫穷到这个地步啊！如果你真正贫穷到这个地步，就袂使甲你讲这个话啦。啊，你家己家财万贯啊，你今日摕起一个碗来去外面讲分啊，那么这就是可怜悯者啊！你家己有唔知影啊？卖了卖失去了。那糊涂到这个程度呢？啊，亿万家财底下呢，譬如咱的性德自性，唔知影回归到自性，啊，无量劫来呢，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在流浪，啊，在共奔啊。所以大圣经上常讲啊，自性有无量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你甲诸佛菩萨无两样。净土经内面讲的阿弥陀佛，啊，华严经内面讲的毗卢遮那如来，一切众生甲因拢完全同款，一点啊差别都无。咱的生活环境，咱的处地都在花种在极乐，花种极乐是咱真正。家啦，咱的家庭啊，咱的本家是伫遐。咱现在也无离开这个家，只是卖了，卖了啊，唔知啊，迄是咱家己的厝啊，唔知啊，迄是咱家己的财富，无认识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才升起贪嗔痴慢这种种错误。境界烦恼，这集的时间到啊，咱就报告到这啊。下面下一集再阁继续向大家来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Thank you.